冒着好奇，打开智慧的宝库，样样多神奇。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，充满着意义。学你尝试，认识探索知识，尽情草原上追寻，放飞的梦想，来吧，最开心的学堂，小学堂。志趣羊学堂运动篇，活力篮球。詹姆斯，我们都很想知道，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厉害啊？打篮球关键是要从基础原地拍球练起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喜欢篮球就快行动吧。詹姆斯，我也要成为像你一样的篮球明星。哦吼！请给我签个名吧。对不起，我的手停不下来了。各位观众，运动时一定要注意作息，不要过度练习哦。好帅呀，我们也要学扣篮。喜羊羊，你知道怎样扣篮吗？扣篮需要很强的弹跳力，练习跳绳可以提高弹跳力。正合我的心意，大概我要跳多少下呀？至少每天要跳1000下吧。这么多呀！让我来吧。欢迎各位收看篮球赛，今天是羊羊队对猩猩队，比赛开始。都是我不好，灰太狼。篮球最需要的是团队合作，我们一起加油吧。比赛结束，最后双方的比分是102-100，羊羊队获胜。大家知道篮球比赛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不知道。在比赛的中间会有中场休息的时间，休息时啦啦队就会出场，为运动员们加油助威。哈！
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为运动员们助威吧！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你早已为我变得更像，天空也为我变得更蓝，白云变得更柔软。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羊、沸羊羊，啦啦啦，呼啦啦。